你好，小朋友们，你好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我很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吗？我很好。今天呢，刘老师给大家读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叫《气球飞了》。你有气球吗？你的气球是什么颜色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颜色哦。知道很多小朋友知道这本书，而且知道这个颜色，对不对？气球飞了，一个红色的气球，一个红色的气球，一个绿色的气球，绿色，一个黄色的气球，黄色，一个蓝色的气球，蓝色，一个橙色的气球。橙色，一个白色的气球，白色，气球飞了。你好，小朋友们。So now we're gonna do our color activity，我们的颜色游戏。所有你需要的呢，是一张纸、一个吸管 （straw），还有 food coloring（食品颜色）。这里有绿色、蓝色、红色，还有黄色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做的是把食品颜色滴在纸上。We're gonna put on the paper. Maybe Daddy Mommy can help you. 爸爸妈妈可以帮你。我们有绿色、红色，还有黄色。现在你需要的就是用吸管吹，吹在颜色上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放更多的颜色上去。当当当当，完成啦！So dizzy. 哇，你看，紫色，这里有橙色，还有黑色，哇，还有咖啡色，哒哒，咖啡色。You can discover a lot of different colors on this activity, huh?